虽然杨洛这小子知道原因，但他很不甘心，揉了揉鼻子，小心翼翼的问道：“我能不能不去？”石浩源严肃的摇头：“不能，你必须去。”杨洛叹了口气：“唉，我怎么出生在这个法西斯的家庭，一点人权自由都没有？”石浩源又在抽屉里拿出一份调令，放在桌子上：“你什么时候去？” 杨洛把调令拿起来，说道：“过几天吧，我想回小羊村看看。”迟浩源点点头，然后开始翻阅手里的文件。杨洛看着迟浩源，突然愣住了。也许是好久都没有仔细打量老爷子了，在他印象里，本来有些花白的头发，现在都白了。没想到老爷子真的老了。默默地打开门，走出。 转回身，轻声说道：“爷爷，你的年纪也不小了，工作不要像年轻人那样拼命，注意自己的身体。”这丫的说完，就把门关上了。石浩元愣愣的看着门口，突然一阵哈哈大笑：“这小子叫我爷爷了！”哈哈哈哈！哈哈！杨洛走到楼梯口，听见老爷子的笑声，心里居然感到一丝愧疚。 池月心和池可心看着杨洛走下来，奇怪的问道：“老爷子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杨洛摇摇头：“我怎么知道？”黄秀英见杨洛下来，走进厨房，把饭菜端了放在了桌子上：“快点吃吧。”杨洛夹了口菜，猛点头：“嗯嗯嗯，黄姨做的菜越来越有味道了，比我老妈强多了。”杨雅欣骂道。 你个没良心的玩意儿，难道你不是吃我做的菜长大的？杨洛把嘴里的饭菜咽下去，笑嘻嘻的说道：“就是因为吃的时间太长，所以才感觉没有黄姨做的好吃吧。”石可欣这个时候说道：“小洛，你和阴瑶的事情什么时候定下来？”杨雅欣也点头说道：“你们两个的年纪都不小了，我看过两天把婚定了。” 然后再找个好日子结婚。杨洛满脸黑线，我说两位，我的事情你们就不要操心了。再说了，老爷子刚才又给我安排了任务，过两天就走了，哪有时间？而且我还想回小杨村去看看，那么多年都没回去了。杨雅欣一愣，过了一会儿叹口气说道：“唉，是啊，回去看看也好，给乡亲们带点礼物。” 杨洛看着杨雅欣说道：“你不回去看看？”杨雅欣想了想：“等你爸爸回来，我们两个一起去。你先回去看看吧。”杨洛打了个饱嗝，放下筷子说道：“呃呃，我去休息了啊。”第二天，杨洛起来连早饭都没有吃，直接坐飞机到了上海。下了飞机，拿出电话拨了一串号码。 谭龙，我在机场，马上过来接我。老大，你终于出现了，我打电话给你始终打不通。杨洛说道：“有事儿，等我过去再说。”谭龙说完挂断了电话。杨洛看着手里的电话，嘀咕道：“操，这么多人给我打电话，幸亏老子没死，要是死了，还不得把我的坟刨了？”嘀咕完。 拿出烟，靠在路边一个广告牌上，无聊的抽着。一个多小时后，一辆警车停在身边。谭龙在车窗探出脑袋，笑嘻嘻的说道：“老大。”杨洛看着谭龙，满面红光，看来你小子日子过得很滋润啊，满面红光的。说完，打开车门上了车。谭龙说道：“嘿这叫人逢喜事精神爽。” 杨洛看了他一眼，“什么事说吧。”谭龙吹了声口哨，“哥们要结婚了，你的红包可绝对不能少。” <coughs> 杨洛一阵猛咳，谭龙翻了个白眼，“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啊？我结婚把你吓成这样。”杨洛深深喘了口气，“哎，居然还有女孩嫁给你。”谭龙撇着嘴说道。 我这么潇洒、英俊又威武的男人，不知道有多少女人要嫁给我呢？杨洛哈哈大笑，哈哈哈！得了吧，嫁给你的那个女孩一定近视，不然怎么可能看不清你的模样呢？谭龙闭嘴不再说话，他知道，论嘴上功夫，他永远也不是杨洛的对手。过了一会儿，杨洛问道：“我还真有点好奇，新娘子是谁啊？长得怎么样？” 提起自己老婆漂不漂亮，谭龙精神一振，当然漂亮。其实你也认识，杨洛说道：“不会是那个叫李梅的女孩吧？”谭龙得意的说道：“嘿，<laughs> 你说对了。”杨洛点点头，也不再开玩笑。她确实是个好女孩，你小子要对人家好点。谭龙眼里流露出一丝温柔。 这是一定的。车很快进入市区，这个时候，谭龙电话响了起来。慢慢的把车停在路边，拿出电话按下接听键。妹妹，什么事儿？大龙，后天就到日子了，婚车还没定呢。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在听筒里传来。谭龙说道：“我不是和你说了，警局会出几辆车的。” 不行，公车怎么能私用？我可不想让你犯错误。你还是联系几辆出租车吧，车也不要太多，有四辆五辆就行。谭龙电话听筒的声音很大，杨洛听见不停的点头。现在这样不虚荣的女孩还真是少见。谭龙说道：“好，我听你的，一会儿就去找几辆出租车。”嗯，下班早点回来。 谭龙答应一声，挂断电话，神色有点愧疚。嗨，老大，说句心里话，梅梅是个好女孩，但是我却不能给她一个能够挡风遮雨的地方，而她却说只要有个地方住就行。她嫁的是我的人，又不是房子和钱。她越是这样，我心里越是觉得对不住她。杨洛轻声说道：“既然你觉得对不住她。” 那就努力让他过得幸福。谭龙郑重,重一点头，这也是我奋斗的目标。说完，一踩油门，车窜了出去。谭龙把杨洛送到贝氏集团，老大，后天早上八点三十，浦东区昊天酒店。杨洛一挥手，知道了。谭龙又嘿嘿笑着喊道：“嘿老大。” 不要忘了红包！杨洛没有回头，竖起中指喊道：“老子没钱！”谭龙哈哈大笑，开着车离开。杨洛迈步走进大厦，里面人来人往，谁也没有注意这个穿着迷彩服的男人。杨洛上了电梯，直接来到贝因瑶办公室所在楼层。当他一脚踏出电梯，出现在公司办公大厅的时候， 里面本来有些吵杂的声音，一下子静了下来。唐倩看着突然出现在面前的杨洛，捂着嘴，不知道说什么了。杨洛很绅士的弯腰，抓起唐倩的手吻了一下：“这位漂亮的女士，请问你晚上有时间吗？我们可否共进晚餐？”知道杨洛说话，唐倩才回过神来，把手背到身后，脸色变得通红。 杨先生，贝总去见客户了，要等一会儿才能回来。杨洛点点头：“我可以进去等吗？”唐倩忙点头：“可以，谢谢。”杨洛推开贝银瑶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唐倩深深吸了口气，然后拍拍自己高耸的胸脯。杨洛亲吻他手背的动作，还真把他吓了一跳。杨洛坐在贝银瑶的椅子上。 然后身体向后一靠，闭上眼睛，也不知道在想什么。不知道过了多久，听见门“咔”的一声被打开，一阵轻微的高跟鞋踏地的“咔咔”声传入耳中，紧接着鼻子嗅到一股女人的体香味道。杨洛没有睁开眼睛，一双柔软的胳膊搂住他的脖子，然后双唇传来温热的感觉，带着一丝香甜，慢慢的。 一条滑腻腻的小舌头钻进他的嘴里，不停的搅动。杨洛双手不停的在那个柔软的身体上滑动，慢慢的，一只手探进裤子里，一阵抚弄。怀里的人轻哼一声，好像很兴奋，身体不停的扭动。杨洛依然没有睁开眼睛，另一只手掀开衣服，当他握住那只玉兔的时候，一愣，猛然睁开眼睛，彤彤。 彤彤双眼迷离的看着杨洛，精致的脸蛋就像染上了一层红霞，搂着杨洛的脖子说道：“杨洛哥哥，我喜欢你。”呃，杨洛急忙把他推开：“小丫头，不要开这种玩笑。”彤彤气道：“谁是小孩子了？还有十几天就是我的生日，到时候我就十八了。”说完，又扑到杨洛怀里，撅着小嘴说道：“杨洛哥哥。” 我是认真的，我真的爱你。等我长大了，一定会嫁给你。杨洛有点哭笑不得的掰开小丫头搂着她脖子的手：“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叫爱啊？等你长大了，我也是老头子了。”彤彤很不服气地说的说道：“年纪大怎么了？爱情是不分年纪的。只要你等我，再过五年，我就可以嫁给你了。”杨洛满脸黑线。 觉得这个小丫头好像是受了什么刺激，不要胡说八道！我可是你小姨夫，而且你不也是叫我小姨夫吗？彤彤狡黠一笑，哼，我不是说了吗？五年后我才嫁给你。这五年里，要是不让你和别的女人来往，好像太苛刻了。所以我都想好了，你先娶我小姨，五年后你再和她离婚，娶我不就行了？但你心里面一定要想着我。 我也保证，这五年我也想着你，绝对不会找别的男人。说到这儿，这个小丫头握着拳头冷哼一声。其实我早就爱上你了，那次看见你和那个韩国的狐狸精在一起，我可生气了。我也想了很久，等你回来，我一定要向你表白，不能再错过机会了。今天来找我小姨，没想到杨洛哥哥你回来了，我都准备好了现身呢。 杨洛吓了一身的冷汗，这个小丫头还真够疯狂的。彤彤，你现在还小，不知道什么是爱，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好了，快点起来，等你小姨回来看你就麻烦了。彤彤叹了口气，把脸贴在杨洛的胸口。我知道你为难，其实我也为难，可是没有办法。 谁让她是我小姨呢？所以，我只能忍痛割爱，让给她五年。说完，还往杨洛怀里蹭了蹭。小丫头发育良好的胸部，坚挺、充满弹性的感觉，让杨洛心里一阵呻吟。不过，杨洛自誉为流氓，但他对童童或者金志善这样的小丫头可没有兴趣。杨洛把童童扶起来，非常认真的说道。 彤彤，这个世界上爱分很多种，比如说亲情的爱、朋友的爱、同学之间的爱等等。而我和你呢，就是亲情那种爱，明白吗？彤彤摇头，不明白。我只知道没有你，我会伤心。说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杨洛，你还记得我们在机场第一次见面吗？ 那个时候我穿着裙子，你盯着我的那里看，我知道你喜欢看我那里，我现在就给你看，只给你一个人看。说完，解开腰带，脱下裤子。杨洛脸色大变，刚想说话，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推开，贝音瑶一如既往的穿着一身职业套装走了进来。当他看见里面的情形时，一愣。 紧接着，脸色变得苍白。杨洛又是一声呻吟，被这个小丫头害死了。彤彤提上裤子，系好腰带，对着杨洛吐了下舌头，然后笑嘻嘻的跑到贝音瑶身边，说道：“小姨，为了你的终身幸福，我都牺牲色相了。可他好像不是男人，面对我这个投怀送抱的大美女，居然无动于衷。不过……” 这样我也放心，你嫁给他了。说完，看着贝音瑶做了个鬼脸。贝音瑶松了口气，歪头狠狠瞪了彤彤一眼。这个小丫头，她可比谁都了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可这也太疯了，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做？杨洛也吐了口气，岔开话题说道：“现在公司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贝音瑶又狠狠瞪了一眼彤彤，然后走到杨洛身后，轻柔的给他揉肩。没什么事了，上次的事情过后，也没人敢找我麻烦了。杨洛很享受的闭上眼睛。你是我的女人，记住了，只有我们欺负人，绝对不能让人欺负我们。贝音瑶扑哧一笑，哪有这个道理啊？ 杨洛抓住他的手，这就是我杨洛的道理：看谁不顺眼就欺负谁，但绝对不能让人欺负。贝因瑶顺势趴在杨洛肩膀上，你的任务完成了。杨洛点点头。后天谭龙结婚，明天我们出去给他买个礼物。彤彤看见杨洛和贝因瑶在那里卿卿我我，轻哼一声。 真受不了你们，我走了。说完，转身走了出去。杨洛无奈的摇头说道：“这个小丫头还真是恐怖，也不知道她小脑袋里整天的在想什么。”贝音瑶走到门边，把门锁上，然后回来坐在杨洛怀里，轻轻的把头靠在他肩膀上。我姐姐死的早，我父母把彤彤给宠坏了，所以这个小丫头。 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杨洛叹了口气：“哎，幸亏那个小丫头性格开朗，她就是有什么出格的事情，也是贪玩。”贝音瑶一笑，抬起头，狠狠吻在了杨洛的双唇上。杨洛被彤彤那个小丫头挑起的欲火还没有消散，贝音瑶这一举动就像火苗被浇上了汽油。 轰然一声，猛烈地燃烧起来。杨洛上下起手，几秒钟就把贝音瑶扒了个精光，然后抱起贝音瑶放在办公桌上，把他性感修长的双腿放在肩上，然后慢慢压了下去。贝音瑶鼻中一声闷哼，紧紧抱着杨洛的脑袋按在自己胸前，随着杨洛的上下起伏，贝音瑶咬着牙不让自己呻吟出声。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贝阴瑶双腿紧紧盘在杨洛腰上，上身猛然向上一挺，抬头一口咬在了杨洛的肩膀上，嘴里传出让人销魂的娇吟声。杨洛抱起他，然后自己坐在椅子上，两个人赤裸着身体紧紧抱在一起。贝阴瑶雪白的肌肤仿佛染上了一层红霞。 细密的汗珠在光洁脊背上慢慢流下来。过了一会儿，贝因瑶才松开咬着杨洛肩膀的嘴，深深吐了口气，看着杨洛的眼神充满了浓浓的爱意，还有一丝欢愉后没有消退的满足感。杨洛拍了拍他的小屁屁，“起来吧。”贝因瑶在杨洛的双唇上轻轻一吻，然后站起身。 当他见到杨洛的小兄弟依然斗志昂扬的站着，脸上一红，慢慢蹲下身体，用纤细的五指握住了他，然后慢慢低下头。杨洛眼睛突然瞪得多大，感觉到身体里的血液都快燃烧。十多分钟后，杨洛喉咙里一声闷吼，贝音瑶急忙站起身，一丝白色液体在嘴角里流出。 打开抽屉，找到面巾纸，捂在嘴上，然后把面巾纸揉了揉，扔在纸篓里。杨洛站起身，捧着贝音瑶的脸：“你这又是何必呢？”贝音瑶妩媚的一笑，抬起双臂搂着杨洛的脖子：“我要是不能满足你，谁知道你会不会去打野食啊？要是碰个干净的还好说。” 要是碰到个不干净的，倒霉的还不是我。杨洛无奈的摇摇头，弯腰捡起他的小内裤给他穿上，又给他戴上胸围。而贝音瑶则站在那里，很是享受的让杨洛给他服务。两个人穿上衣服，杨洛坐到椅子上，贝音瑶在抽屉里找到一包烟，坐在杨洛怀里给他点燃。这次还走吗？ 杨洛点头。昨天刚回北京，老爷子又让我去干活。贝音瑶有点不舍得趴在他怀里，没有说话。杨洛接着说道：“等谭龙婚礼结束，你陪我回一趟东北老家，去看看乡亲们。”贝音瑶眼睛一亮，点点头：“好。”啪啪啪，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 贝音瑶站起身，整了整有些皱的衣服，走过去把门打开。唐倩先是在贝音瑶脸上瞄了一下，然后才把手里的一份文件交给他：“贝总，这是企划部递过来的企划书。”贝音瑶接过来：“嗯，我一会儿看。”唐倩一歪脖子，又看了一眼坐在那里抽烟的杨洛。贝音瑶没好气的说道。 看什么呢？唐倩一吐舌头，急忙把门关上。贝音瑶无奈的说道：“这些死丫头，整天的八卦。”杨洛一笑，哼，女人不都是这样的吗？贝音瑶白了杨洛一眼：“你看我什么时候八卦过？”说完，坐在沙发上，仔细的看着文件。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贝音瑶抬起头看了看时间，下班了，站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拿起笔在文件上签了字。晚上想吃点什么？杨洛耸了耸肩，随便。两个人走出办公室，贝音瑶把文件交给唐倩。这几天我有事情，下面送上来的文件你直接送到黄副总那里，让他处理。 唐倩接过来，点点头。贝音瑶上了车，给黄丽华打了个电话，通知他这几天不来公司，公司里的事情交给他。两个人开车，只是随便找了个地方吃了点东西，然后直接回到家里。不用说，又是一阵激情四溢的大战，呻吟声和粗重的喘息声一直在整栋别墅里回荡。 第二天清晨，贝因瑶赤裸着身体，就像八爪鱼一样缠在杨洛身上。阳光透过落地窗倾洒进来，贝因瑶长长的眼睫毛抖动了一下，慢慢的睁开眼睛，看着杨洛，脸上露出一丝甜蜜的笑容，然后慵懒的伸了个懒腰，那两只玉兔一阵弹跳。他这一动，杨洛也睁开了眼。 一翻身，把贝音瑶搂过来、呃，再睡一会儿吧。贝音瑶伸出舌头舔了一下杨洛的耳朵，声音有些沙哑的说道：“今天你不是给唐龙买结婚礼物吗？早点去吧，多看看，选一个像样点的。”杨洛呵呵一笑，哼，我是想给他买个房，这小子结婚居然还在租房，幸亏新娘子是个好女孩，不在乎这些。 不然他这一辈子也别想结婚了。贝音瑶点头，打算在哪里买？杨洛想了想，就在浦东吧，最好是装修完的，也不要太大。不要看这小子平时大大咧咧，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其实比谁自尊心都要强。要是房子太大，他心里会有负担。贝音瑶坐起来。 你再躺一会儿，我去做早餐，吃完再去。买房首先就是地段、小区的环境，然后才是房子的格局。杨洛对这些没有什么概念，对于他来说，只要不漏风、不漏雨就行。可贝音瑶不同意，无论是自己住还是送人，当然要买个满意的。杨洛只能无奈的摇头。 开着车在各个有名的小区晃，终于在天黑之前看见了贝音瑶，满意的点头。这是浦东区信和花园，二十二层建筑，一百一十四平全装修，小区的配套设施很完善。而最让贝音瑶满意的是房子的装修，简约大方，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 杨洛回到家里，一仰身躺在了沙发上，看着贝音瑶，还是一副精神旺盛的样子，说道：“哎，你们女人真可怕，无论是买什么，一溜达就是一天，这可比我们的训练还累。而你们居然感觉不到累。”贝音瑶扑到杨洛身上，笑着说道：“逛街你就累了，怎么在床上不知道累呢？”杨洛嘴角露出一丝邪邪的笑容。 突然把贝音瑶抱了起来，走向浴室。男人在床上是神勇无敌的，要是累那多没面子。今天我要在战沙场。时间不长，浴室传来哗哗的流水声，紧接着贝音瑶一声尖叫：“你轻点！”昊天酒店只有两层。 一楼是十几个小包间，二楼就是婚礼大厅，能放下三十几张桌。一个简陋的小舞台在大厅的南面，舞台上面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谭龙先生、李梅小姐结婚庆典”。在酒店的大门外，边川、侯军这些刑警队的家伙都全站在那里帮着迎客。 二楼大厅里，蒋成点了颗烟，看着魏勇说道：“老魏、哦，昨天谭龙说杨洛回来了，这都几点了，这小子还没来。”魏勇笑着说道：“要说别人结婚他不来，但谭龙结婚他一定会来。”宾客越来越多，婚宴大厅嘈杂一片。魏勇看了看时间，新娘子也该来了。蒋成点头。 快了！突然，吵杂的声音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看向门口。魏勇和蒋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扭头看去，见到是杨洛和贝音瑶，两个人在起身迎了上去。贝音瑶亲密的搂着杨洛的胳膊走了过来，所有人都被贝音瑶的美丽和那种高贵的气质吸引。 而相比之下，杨洛的平凡逊色很多，但他浑身上透着那种凌厉气势，却没有一个人能忽视他的存在。议论声开始在大厅里响起：“这两个人是谁啊？女的还真漂亮，那个男的也不差，应该是大龙的朋友。”魏勇和蒋成给杨洛一个大大的拥抱，杨洛笑着说道：“哼。” 你们两个大老爷们儿这么热情干什么？要是新娘子还差不多。魏勇哈哈,哈哈大笑：“呵呵，大半年了，你小子跑哪儿去了？也不说打个电话。”蒋成笑着说道：“哼，这小子是重色轻友，有贝总这么漂亮的女朋友陪着，哪有时间想起我们呢？”贝英瑶笑着说道：“蒋队长，这你可是说错了，我们也有半年时间没有见面了。” 魏勇和蒋成一愣，不过也没有问。魏勇说道：“坐吧。”杨洛坐下来，贝音瑶坐在了杨洛旁边。就在这时，边川他们跑了进来：“新郎和新娘子来了！”所有宾客站起来一起鼓掌。谭龙和李梅满脸幸福笑容的慢慢走来。杨洛趴在贝音瑶耳边轻声说道。 我们结婚的时候也会这么幸福。贝因瑶紧紧抓着杨洛的手，笑着点点头。边川暧昧的看着杨洛说道：“ <laughs> 你们结婚的时候可不能把我们这些兄弟忘了。”杨洛说道：“我忘了谁也不会忘了你们。”说完，转头看着那个小小的舞台，司仪已经站在了那里。大概半个多小时。 婚礼仪式完成，一道道精致的菜肴端了上来。谭龙和李梅这小两口开始挨桌敬酒。当走到杨洛这一桌的时候，谭龙得意地搂着李梅说道：“这是我老婆梅梅，漂亮吧？”在座的对李梅都非常熟悉，只有杨洛陌生。显然，谭龙这丫的是在对杨洛说话。杨洛叹了口气，看着李梅说道。 哎，李梅，你这么漂亮，怎么会嫁给这头暴龙呢？这老天还真是没长眼睛！哈哈哈！边 <coughs> 川起哄的说道：“就是，我哪里不比谭龙好啊？我也想不明白呢。”李梅脸上居然露出一丝调皮的笑容，不过一闪而逝，谁也没有注意。他拿起边川面前的酒杯，说道：“川子嫂子给你倒杯酒，一定要干了。” 不然可就是瞧不起我了。边川看着李梅手里满满一杯白酒杯，苦着脸说道：“嫂子，我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李梅板着脸说道：“川子，今天是我和大龙大好日子，这杯酒你可一定要喝。”众人开始起哄：“川子，喝了他！对，喝了他！你不喝就不是男人！” 贝音瑶趴在杨洛耳边轻声笑道：“新娘子可不好惹啊，估计边川这杯酒喝完，下一个就轮到你了。”杨洛嘴角勾起一抹邪笑：“哼，如果他敢敬我酒，我保证把谭龙灌趴下，让这小子住不了洞房。”贝音瑶轻轻打了他一下：“人家大喜的日子，你可不能这么干。”侯勇一抬头。 忽然喊道：“韩局来了！”所有人都站起身打招呼：“韩市长，韩局。”韩冰快步走过来，笑着说道：“哈，来晚了，来晚了。”现在，韩冰是市长兼任市公安局局长，但是市局的这些人还是改不了口，一直称呼韩冰为局长。而韩冰的到来，也让边川这小子逃过了一劫。 韩冰直接奔着杨洛走过来，你小子回来也不说去看看我。杨洛一撇嘴，哼，你现在可是市长，我想见你还得预约，哥们儿可没时间陪你玩那套。韩冰哈哈大笑，边川急忙站起身给他找把椅子放在杨洛旁边。韩冰伸出手说道：“北总，你好。” 贝音瑶站起身，礼貌的和韩冰握了握手，微笑着说道：“韩市长你好。”韩冰坐下来：“魏总，你和杨洛什么时候结婚啊？”贝音瑶看了杨洛一眼、啊：“我们现在都比较忙，要等一段时间吧。”杨洛知道，贝音瑶不是不想结婚，说出这样的话完全是为了他。韩冰呵呵一笑：“呵。” 再忙也得把终身大事办了呀！我可等着喝你们喜酒呢。”谭龙这个时候说道。“梅梅，快点把酒给韩旭倒上。”李梅有点拘谨，小心翼翼的给韩冰倒上酒。韩冰待了十多分钟就离开了。他能抽出时间来参加谭龙的婚礼，也证明这小子面子还是很足的。 韩冰离开以后，杨洛也站起了身。哥几个，我也走了。等有时间，我们再聚。几十个人一愣。魏勇说道：“你有事情？”杨洛点头。要是没事儿，我也不能离开。蒋成站起身，端起面前的酒杯：“既然有事儿，我们这些兄弟也不留你。来，大家把酒举起来干了。以后再聚可就难了。” 端起酒，几十人围成一圈碰了下杯。杨洛一口把杯里的酒喝光，然后在兜里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魏队，把这个交给谭龙那小子，算是礼金吧。魏勇接过来晃了晃，什么声音也没有，笑着说道：“呵，你小子不会弄个空盒糊弄谭龙吧？”杨洛嘿嘿一笑，什么也没有说，拉着贝英瑶迈步离开。 魏勇喊道：“你不和谭龙告个别啊？”杨洛挥了下手，并没有回头。他还哪有时间搭理我呀？酒宴一直持续到中午。魏勇把那个盒子交给谭龙：“这是杨洛给你的。”边川好奇的说道：“哎，打开看里面是什么？杨洛不会在里面给你放几张白纸吧？” 韩龙很认同的点头，嗯，这样的事情那丫的可干得出来。急忙撕开包装，里面还有一个纸盒，再打开，里面还有一个，接连打开五个，里面还是一个纸盒。魏勇和蒋成对视一眼，强忍着笑，而边川他们已经忍不住开始哈哈狂笑，哈哈哈！我就知道杨洛那丫不会有好心。 韩龙一脸苦笑，李梅一把抢过去，撕开那个最小的纸盒，啪嗒，一把钥匙掉在地上。呃，边川他们就像突然被掐住了脖子，愣愣的看着地上那把钥匙。李梅说道：“这里面还有一个字条。”一群人都伸着脖子看，上面只是一个地址。 侯军捡起钥匙，嘀咕道：“那丫的不会是送了你一套房吗？”“我们看看去，不就知道了。”边川说道。啊“对对对，我们去看看。”一群人拉着谭龙往外走，李梅紧紧跟着。魏勇和蒋成对视一眼，他们两个可不能去凑热闹。二三十人打车直奔杨洛留下的地址。 当他们找到门牌号的时候，侯军把钥匙拿出来插进锁眼，试探的拧了两圈，居然动了，又拧了两圈，咔，门应声而开。现在谁都明白了，杨洛真的送谭龙一套房。李梅脸上显得很激动，女人谁不想有自己的家呀？只不过她爱上了谭龙，没有办法。 一群人一拥而进，看着里面豪华的装修，边川感叹的说道：“杨洛这小子还真是大手笔啊！这套房再加上装修，怎么也得小两百万呢。”谭龙眼睛有些湿润，他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李梅兴奋的东摸摸西摸摸，突然见到落地窗前有一张纸，走过去弯腰捡起来看了看。 大龙，这里有封信。谭龙急忙走过去，拿起那张纸，见到上面写着：“谭龙，这套房就算我送你的贺礼吧，不要想太多，更不要把你的自尊心用在我们兄弟的感情上。你也帮我通知那帮小子，结婚的有房的就算了，没有房的等结婚，哥哥我一样送他们房。”李梅推了推谭龙。 大龙，如果你不想要，我们就不要了。谭龙深深吸了口气，哈哈笑着说道：“ <laughs> 为什么不要啊？马上回去搬家，今晚就住过来。”凌河县位于锦州东北方二十公里。晚上六点三十分，杨洛和贝音瑶出现在了这里。 杨洛看着熟悉的街道，这么多年了，居然没什么太大的变化。我们先在这儿住一晚，明天再去小杨村。贝英瑶点点头。杨洛在临河大酒店要了一间房，然后直接在酒店吃了点东西。由于天已经很晚，也没有地方去溜达，给小杨村的乡亲们买礼物也要等到明天。 所以两个人直接回了房间休息。第二天早上，贝音瑶把杨洛弄醒，起来，带我去看看你的家乡。杨洛一伸手把贝音瑶拉到怀里，又在他小屁屁上拍了一下。贝音瑶一声轻吟：“哎，这个破地方有什么好看的？这是你的家乡啊！我就是想看看。” 贝音瑶用力的揉着杨洛的脸，杨洛打了个哈欠，跳下床，穿上衣服。八一路在临河县也算是一条比较繁华的路段。八一路南段就是临河县的商贸城。杨洛和贝音瑶也没有坐车，溜溜达达在街上乱逛。远远的，他们就看见商贸城西门那里围着很多人。 十几辆警车还闪着警灯，还有两辆消防车停在那里。贝音瑶皱着眉头说道：“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杨洛点点头，好像事情还不小。两个人走过去，发现这里有几栋还没有完工的楼盘，而和这里环境格格不入的是。 距离商贸城西门只有十几米远的地方是个平房，面积大概有四百多平方，在房顶站着两个人，一名五十多岁的妇人，一名十七八岁、身体有些瘦弱的女孩，看样子他们应该是母女。而他们身上湿漉漉的，头发上的水还在往下滴，尤其是那个妇人的脸色苍白的可怕，虽然是夏天。 但身体一个劲儿在颤抖。杨洛和贝音瑶挤进人群，看见近百名警察围着那栋平房，地面满是积水。这时，站在杨洛身边一名年轻人轻声说道：“真他妈的作孽！这家人生活的够凄惨了，给那点拆迁补偿金，连厕所那点地都买不来，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 另一名染着满头黄发、耳朵上满是耳钉的年轻人骂道：“我操他妈的，老子就是看不惯披着那身皮的犊子，吃人饭不干人事儿。唉”哎，一名六十多岁的老者听了他们的话，叹了口气：“这一家子老的一个瘫痪，一个常年病殃殃的，下面还有两个孩子在上学。” 去年老大好不容易考上了北京政法大学，以为再熬个几年苦日子就过去了，可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情。这世道去哪里说理呀、啊？杨洛听见他们议论明白了，这是在强拆，怪不得引起那么多人围观。原因更是简单，县政府给的赔偿不合理，还有一点。 这家人生活条件不好，按照县政府给的拆迁补偿金，买房已经不可能，那就只能露宿街头。这样的事情放在谁身上也不会愿意。就在这时，一名四十多岁中年胖子喊道：“高压水枪，把他们给我弄下来！”女孩听见脸色大变，推着妇人哭着说道：“妈，你快点下去，我一个人在这里就行了。” 你的身体不好，会受不了的。妇人擦了一下眼角的泪：“莹莹，你快点下去，妈年纪大了，死就死了。”突然，两条水龙激射而来，妇人一个措手不及，被高压水枪冲击了一跟头，扑通一声在房顶掉下来。幸亏这是老式建筑，房子并不高，而且地面全是积水。 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女孩紧紧抱着房顶的烟筒，就是不松手。贝音瑶咬着下唇，看得眼角微红，抓着杨洛的手越来越紧。杨洛，帮帮他们！杨洛眼中红芒一闪，听见贝音瑶的话，点点头。刚刚推开前面的人走出去，就听见三声沉闷的枪响。 整个世界突然变得寂静，高压水枪停了下来。女孩瞪着一双漂亮的眼睛，眼里满是无辜和对这个世界的留恋。杨洛转头看见，刚才命令使用高压水枪冲击女孩的那名中年人手里拿着枪，枪口还正在冒着淡淡的硝烟。慢慢的，女孩倒在了地上，她的胸前已经被血液染红。 随着水迹流下来，滴落到地面。莹莹<营>，妇人一声凄厉的惨叫，拼命的往房上爬。一个身影在屋子里冲了出来，是一名十四五岁的男孩，看见自己的姐姐倒在血泊中，一声嘶吼：“姐姐，姐！”喊完，蹦上墙头，上房，把女孩抱起来，一阵大喊：“姐！” 你醒醒啊，姐！妇人终于爬上去了，看着自己的女儿，失声痛哭，眼泪在男孩眼角滑落，伸出手轻抚着女孩的脸，突然愣住了，紧接着把手指放在女孩的鼻子上，脸上露出狂喜的神色：“姐姐还活着，姐姐还活着！快打电话叫救护车！” 他这一喊，下面围观的群众才在这突然变故中清醒过来，纷纷拿出电话叫救护车。杨洛听见女孩还有呼吸，几步窜到房檐下，双腿用力，身体腾空而起，右手抓住房檐，一翻身上了房。男孩见到杨洛，脸色一变，警惕的喊道：“你是谁？想干什么？”杨洛说道。 我是医生，让我看看你姐姐。男孩犹豫了一下，看见杨洛走过来，也没有反对。杨洛蹲下身，手指按在胸部的伤口压了压，然后闭上眼睛，紧接着又猛然睁开，一缕幽冷的寒芒在眼中闪过。男孩看着杨洛，紧张的问道：“大哥，我姐姐怎么样？” 杨洛没有说话，跳下房。贝英瑶走过来，他还有救吗？杨洛摇头，没救了。一颗子弹正中心脏，另外两颗子弹，一颗穿透肺叶，另一颗在腹部。啊！贝英瑶用手捂住了嘴，看着房顶的女孩，眼泪滴了下来。他还那么年轻，怎么会这样啊？说完。 好像想到了什么，紧紧抓着杨洛的手。那个男孩不是说他还有呼吸吗？你救不了他吗？杨洛伸手把他眼角的眼泪擦掉。我是人，不是神。他现在有呼吸，那是因为人都有求生的渴望，他也是如此，对生的渴望，没有人愿意放弃。突然，那名染着黄头发的年轻人喊道：“操他妈的！” 把那个开枪的老犊子废了！呼啦，几百名愤怒的群众围了上来。那名中年人脸色大变，晃着手里的枪，指着手无寸铁的百姓，疯狂的喊道：“你们谁敢过来，老子一枪崩了他！”人群只是缓了一下脚步，可他的这一举动更是激怒了还在愤怒中的百姓：“有种，你他妈的把我们都杀了！” 中年人看见情势不好，跳上停在身边的一辆警车，疾驰而去。愤怒的群众失去了目标，把怒火转移向了那些警察，纷纷捡起地上的砖头瓦块砸向那些警察。那些警察见到局势已经失控，尤其是这些愤怒的群众已经红了眼，一个个抱着脑袋钻进还没有完工的建筑里，消失的无影无踪。 紧接着，老百姓开始狂砸警车，十几辆警车眨眼间变成一堆废铁，然后被掀翻。就连那两辆消防车也没逃脱被砸、被掀翻的命运。救护车来了，老百姓齐心合力把女孩抬上救护车，看着救护车离开，谁也没有走，都在等待女孩的消息。 杨洛静静地站在那里，贝音瑶轻声说道：“希望老天保佑，奇迹会出现。”杨洛心里一阵苦笑。对于枪伤，他绝对是权威。既然他说没有救了，女孩也就是被判了死刑。过了一会儿，贝音瑶咬牙切齿地说道：“道小洛，这件事情你必须得管，把那个混蛋绳之以法。” 杨洛沉思了一下，看着越聚越多的百姓说道：“这件事情已经引起群众的愤怒，等女孩抢救无效的消息传回来，这些老百姓一定会掀起一场风暴。看看吧，看看县政府是什么态度。如果他们不能合理解决这件事，我会插手。”果然，杨洛的话音刚落，女孩的母亲踉跄着脚步跑了过来。 一边跑一边撕声裂肺的哭喊：“孩子没了，我的女儿走了！”扑通一声跌倒在地上。老天爷呀、啊！要是我上辈子做了孽，你可以惩罚我，你怎么能对我女儿下手啊？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你是不是嫉妒我生了一个好闺女？ 所以你把他在我身边抢走，他那么懂事，他那么小，老天啊！人群慢慢向妇人围过去，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把她扶起来，哽咽着声音说道：“大姐，孩子已经走了，你要节哀啊！要是你再垮了，这个家就真的完了。” 一名年轻人骂道：“是他老子！县政府必须要给我们一个交代，不然下一次被枪杀的都有可能是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对，这件事情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交代，也要对死去的孩子一个交代。”一名中年人愤怒地说的说道。那名青年问道：“大哥，你说怎么办？这件事情我们听你的。”显然。 这名中年人在这里还有点威望。中年人沉思了一下，说道：“去殡仪馆弄台冷藏柜，把孩子打扮的漂漂亮亮的，抬到县政府。”近千人纷纷响应。一名三十多岁的青年喊道：“坐我的车去，今天我免费为你们服务。”这个家伙是一名低哥。操，老子今天也不拉活了，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说话。 另一名的哥说道：“所有人开始分头行动，一部分人去了殡仪馆，另一部分人去了医院。”下午四点多钟，一辆卡车开进县政府大院，在群众的帮助下，躺着女孩遗体的冷藏柜被抬进县政府一楼大厅，而这件事情就像旋风一样席卷整个临河县。 一时间，整个县一片混乱，有一半的商铺关了门。人们慢慢向县政府聚集，人越聚越多。有些人拿着花圈，有的人拿着砖头石块。无论是出租车还是当地载客的三轮摩托车，只要是来县政府的，或者是去给被害女孩买花圈的，一律免费。 现在，所有强力部门的一切手段都已失效，局面已经无法控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撤到了楼里，不敢与愤怒的人群接触。短短半个小时，县政府外聚集了一两万人，而且还有人陆续到达。办公楼一楼大厅和外面广场摆满了花圈。贝因尧站在人群中。 紧紧搂着杨洛的胳膊，你说会不会像你在上海那次的暴乱？杨洛摇头，这里和上海不一样，上海是我在暗中策划的，而这里是老百姓自发组织的，这就是民怨。无论你做了多大的官，手中有多大的权力，在愤怒的百姓面前，你的权利也会被击得粉碎。 天渐渐的暗了下来，可县政府依然没有人出来给个说法。杨罗眉头皱了起来，一搂贝音瑶的腰，快速的退出拥挤的人群，站到了一个比较宽敞的地方。贝音瑶奇怪的问道：“怎么了？”杨罗嘴角一撅：“风暴要来了。”这话刚说出，没有几分钟。 突然，一块砖头划着弧线飞向办公楼的窗户，啪！一声脆响，玻璃应声而碎。这就像是战场的冲锋号，漫天的砖头、石块密集的飞向办公楼，一楼、二楼玻璃纷纷碎裂。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人群疯狂的冲进办公楼，里面传来了砰砰砰砰的声音。 杨洛脸色冰冷的说道：“这就是激起民愤的下场。”贝英瑶紧张的拉着杨洛的手：“要是有人受伤，事情会不会闹大？”杨洛说道：“不会，老百姓虽然很愤怒，但没有失去理智，绝对不会乱来伤人。”打砸的声音在四楼停止，时间不长，人群都退了出来。 一名中年人站在办公楼门外台阶上喊道：“各位父老乡亲，我是县办公室主任曹光亮，县委、县政府领导正在开会，请大家放心，一定给你们一个交代。现在，请大家都回去，等待调查结果。”杨洛嘿嘿一阵冷笑：“哼，又他妈是这一套。人一旦离开，吴静和警察马上就会来，然后抓捕带头闹事者。” 只要把那些人抓起来，没有主心骨的老百姓还不是随便他们捏？背因摇急了：“那怎么办呀、啊？你快点想想办法！”不用急，我说的这个情况是那些败类惯用的手段，可这一次不一样。他抓几个人根本就解决不了事情，明天会依然有人带头过来。除非县政府把全县人民都抓起来。再说这么多人，难道会一个聪明人都没有？ 贝云瑶松了口气，这样最好，绝对不能让那个凶手逍遥法外。曹光亮还在吐沫横飞的劝大家离开，这时，一名中年人打断了他的话：“不是我们不相信政府，而是你们根本就没有信用。今晚我们必须看到结果。”曹光亮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一福袖转身进了办公楼。 杨洛一笑，看到了吧？那些狗屁的父母官总是愚弄百姓，以为这个世界上就他们聪明。可在大是大非面前，老百姓的智商比那些肥头大耳、满脑大便的官员高得多。还想玩他们那一套，真是痴心妄想。五楼会议室，二十多个政府官员那是在开什么呀？都站在窗前望着外面。 曹光亮一进来，一名秃顶、挺着腐败肚子的中年人问道：“怎么样？”曹光亮说道：“王县长，老百姓让我们今晚必须给出答案。”王县长脸色突然变得狰狞：“这些草民，难道他们还想要造反？”他那“草民”两个字引起了有些人不满，可他是县长，没有人敢说什么。 县委书记马成平说道：“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马上通知县局调集所有警力赶到县政府，通知武警部队协助维持秩序，绝对不能再让民众冲击县政府。”可谁也没有想到，马成平为了防止事态扩大，调集警力和武警，却使形势进一步恶化，彻底失控。二十多分钟后。 几百名警察全部武装赶到市政府，不过并没有过激的行为，也确实在维持秩序。晚上七点刚刚一过，大批的武警赶到，迅速围住县政府办公楼。王县长见到武警来了，马上叫人把带队的一名少校叫上去，命令他把大厅里的冷藏柜和人员全部驱离。马成平脸色沉了下来。 王树云同志，受害者及其家属绝对不能动。王树云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最后还是没有驳了县委书记的面子，而是命令那名少校把外面的人群驱散。马成平脸色更加阴沉，不过这次他没有再说什么，毕竟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对一线之长，以后他的工作将会很难展开。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王树云的背景很深，他还不想和对方撕破脸。可就这一个命令，让临河县第一次发生了建国以来大规模警民冲突。杨洛站在那里看着形势的发展，而他也没有想到，有一个人居然那么疯狂，在民众还没有平息怒火的情况下，居然胆敢用武力驱赶。 少校走出来喊道：“请你们马上离开。”人群有些骚动，可很快就平静下来。少校一挥手，把人群驱散。听见他的喊声，杨洛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冰冷。“妈的，这是哪个蠢货下的命令？”贝音瑶也急了：“会出事的，怎么办？”贝音瑶的话音刚落。 就见到几百名武警拿着警棍冲入人群，场面顿时一片混乱，喊声、骂声、惨叫声响成一片。老百姓人多不假，但是面对军人，他们根本没有一丝抵抗的力量，而且里面还有女人和孩子。幸亏那些军人还算理智，专门寻找年轻男人下手。我日你妈的！居然敢打老子！ 一名年轻人吃了亏，非常英勇的奔向一名武警。他这一喊，所有年轻人开始寻找趁手的家伙，可很快被武警打得抱头鼠窜。就在这时，一名武警冲到杨洛面前，金棍高高举起，劈头盖脸的砸了下来。杨洛嘿嘿一笑，把贝音瑶拉到身后，快速抬起手，一把扣住武警的手腕。 小子，退我身手，还是回去再练几年吧。说完，抬起脚，一脚踹在了武警的肚子上，砰！武警痛哼一声，整个身体飞出几米远。对于军人，杨洛永远都不会下重手，而且他们还是士兵，也是执行命令。杨洛这里很快引起几名武警的注意，几个人跑过来，把那名武警扶起来。 小七怎么样？小七强忍着腹部的疼痛，咬着牙说道：“我没事。”另一名武警看着杨洛，妈的，居然还敢反抗！杨洛嘴角勾起一抹笑容：“怎么，你不服气？”我操！这个家伙还真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骂了一句，举起警棍冲了过来。 杨洛又是快速的一伸手，扣住他拿着警棍的手腕，然后一抬脚，这个家伙也飞了出去。杨洛看着另外几名武警，伸出食指勾了勾，嚣张的说道：“你们要是不服气，可以一起来，我绝对照单全收。”一名皮肤黝黑、浑身肌肉扎紧、身高能有一米九的家伙骂道：“骂的！” 对付你，还用兄弟们一起出手？说完，挥着军棍，一步跨到杨洛面前，砰！他也没有逃脱被踹飞的命运。剩下的两名武警看着杨洛的眼神，满是不可思议：自己三名战友被人家以同样的方式，很干净利索的一脚给踹飞，他们哪儿还有胆量过来？ 其他武警也看到了这里发生的事情，一个个全部走了过来，把杨洛和贝因瑶围起来。而那些刚刚被驱散的人群也慢慢开始汇聚，近百名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年轻人也都跑了回来。那名少校走到杨洛面前，上下一阵打量，过了一会儿说道：“军人。”杨洛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森然的说道：“你们是军人吗？”杨洛的话让所有人一愣。那个少校眼睛死死盯着杨洛：“当然是军人，你没看见我帽子上的军徽吗？”“哦。”杨洛眉毛一挑。“那我问你，军人的职责是什么？”一个愣头青突然喊道：“当然是保家卫国。”杨洛点头：“哼。” 好一个保家卫国！我再问你，你为什么保家卫国？那个愣头青愣住了，过了半天才说道：“这个我不知道，连长没有告诉过我。”贝云瑶忍不住笑出了声，而人群里也传来一阵笑声。少校狠狠瞪了愣头青一眼，看着杨洛，冷声说道：“保家卫国。” 当然是保卫自己的家园、自己的亲人，还有人民。杨洛又是一点头，好，回答的不错。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你们手中拿着的武器是用来干什么的？这一次少校不再说话了，杨洛的眼睛里闪过一道绝对幽冷的寒芒，少校的心脏猛然一跳。 杨洛身上猛然散发的锐气，还有一丝血腥气息，让他如坠冰窟。一种无法形容的气势，让他有一种窒息感。职业的本能告诉他，面前这个男人是军人，而且还是那种精锐中的精锐。尤其是他身上的血腥气，只有上过战场、杀过人才能拥有。杨洛厉喝道：“你不知道。” 我来告诉你，你们的武器是用来对付敌人，不是用来对付自己的同胞的。说到这儿，抬起手，指着那些老百姓：“你看看他们，可都是手无寸铁的百姓，是你们口口声声要拿起武器保护的人。今天你们拿着警棍，要是带着枪，是不是也会像那个垃圾一样，对着老百姓开枪，把他们都杀了？”少校笔直的站在那里。 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杨洛一搂背阴摇的腰，转身走进人群，民众自觉地让出一条路。杨洛没有回头的喊道：“军人，不要忘了你们真正的使命，还有面对国旗宣过的誓言，更不要成为某些人的私人家丁，为虎作伥。”少校愣愣地看着杨洛背影，脸上的表情不停变换。 知道杨洛和贝音瑶的身影消失，才回过神来，在身上拿出电话拨了一串号码，对方很快接通。小雷，什么事儿？肖雷把事情说了一遍，尤其是杨洛所说的话。团长，我能感觉到他是军人，而且上过战场。听筒里沉默了一下，从现在开始。 你们的任务就是维持秩序，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有任何行动。是。肖雷一个立正，然后收起电话，慢慢抬起头看着老百姓，举起右手敬了个庄严的军礼。乡亲们，我肖雷向你们道歉，请你们原谅。 他身后那些武警对那些老百姓也举起了手。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他们也是迫于无奈。马成平对待这样的事情态度很温和，并没有像王树云那样强硬。刚才他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确实很担心。毕竟有些事情暴力是解决不了的，只能尽量满足老百姓的要求。 王树云脸色阴沉的可怕，让他的秘书把肖雷又找来。肖营长，你这是怎么搞的啊？这点事情都做不好。肖雷脸色一冷：“王先生，请你注意说话的语气。我不是你的手下，还有，我们团长已经下了命令，协助维持秩序，没有他的命令，不可以有任何行动。”说完。 看都没看王树云一眼，转身离开。王树云没想到肖雷敢这么和他说话，怒火瞬间达到了顶点，可他却没有地方发泄。肖雷说的也没错，你王树云在临河县说一不二，但你手再长也伸不到部队里面。这时，一名二十二三岁、穿着很朴素的女孩哭着跑向县政府。 他身边还跟着两个女孩，也是眼睛红红的。一名年轻人突然喊道：“邓叔，小何回来了。”那名中年人急忙分开人群走过去：“小何<和>。”小何看着中年人，哭着说道：“叔，我妹妹呢？”邓启华指着办公楼大厅：“在里面呢。”小何踉跄着跑进办公楼。 扑通一声跪在冷柜前，透过上面的玻璃看着自己妹妹依然漂亮但却苍白的脸，眼泪止不住往下流。莹莹，是姐姐对不起你，姐姐欠你的这一辈子都没机会还了。大姐、二姐死的好冤啊！男孩走过来搂着大姐的脖子失声痛哭。世否？ 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小何擦了一把眼泪，说道：“石峰把事情说了一遍。大姐，到现在那个混蛋还没有被抓起来呢。”石小何不再说话，只是用手不停的擦着冷柜上面的玻璃，希望能更清晰的看看自己妹妹。不知道是谁把录音机拿了来，哀乐突然在县政府上空响起。 马成平说道：“段荣同志，你去下面看看吧，把人劝离。”段荣，临河县常务副县长，他也知道这件事情必须要派出一个有分量的人出去才行。要是再让曹光亮出去，依然会于事无补。好，说完刚想离开，会议室的门就被轻轻敲响，紧接着。 县公安局局长甄国安走了进来。马书记、王县长，刚才下面民警告诉我，省卫视派出锦州地区的记者来采访过，而且还发现很多人拿着摄像机和电话在录像。这一下，会议室里的人都坐不住了。视频要是流出去，县委、县政府从上到下所有人都得跟着倒霉。马成平低着头，不再说话。 心里在琢磨该怎么推脱责任。王树云见到马成平的样子，强压怒火，马上把那些人手里的摄像机还有手机没收，然后删除里面所有视频。甄国安一皱眉，这个时候再弄出这么一出，刚刚平息的暴乱很有可能还会发生。转过头看了一眼低头不言不语的马成平，无奈的点头。 是。段荣突然说道：“啊，等等！”甄国安疑惑的看着他。段荣说道：“我去把人群劝离，你让民警跟着那些录像的人，等他们分散在行动手脚。甄国安点点头：“这个办法不错，最少不会再引起民众的不满。”段荣和甄国安来到一楼大厅。 见到史莹莹静静地躺在冷柜里，还有她的亲人哀伤的表情，心里也不禁有些触动。不过，并没有说什么。大错已经铸成，说的再多都没有用。推开大门走出来，见到人虽然比晚上的时候减少了很多，但依然黑压压一片。甄国安叫来一名民警，在他耳边轻声说了些什么。 民警点头，快步离开。段荣站在那里等了能有几分钟，估计曾国安安排好了，才喊道：“乡亲们，我是常务副县长段荣，今天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承诺，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就是你们今晚住在这儿，我们也不可能这么快做出决定的。”几十个人全都看向沉思的邓启荣。 过了一会儿，邓启荣才抬起头说道：“既然段副县长这么说了，大家都回去吧。”他身边的人听了一点头，也没有什么废话，转身就走。见到有人开始离开了，那些观望的老百姓也渐渐散去。段荣松了口气，回到那个会议室：“人我已经劝走了，下一步怎么办？”王树云冷笑一声。 哼，还能怎么办？抓不带头闹事了，看明天那些刁民还敢不敢再闹。马成平心里一阵冷笑：“闹吧，我看你怎么收场。”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和一个扛着摄像机的年轻人兴奋的快步向临河大酒店走去，突然，他们两个身后传来刺耳的刹车声。 紧接着，一辆警车横在他们面前，在车里下来三名警察，二话不说扑向扛着摄像机的年轻人。那名年轻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摄像机就被抢了去。你们干什么？女孩喊道，然后冲上去抢夺摄像机。年轻人也回过神来，拼命的抢。拿着摄像机的那名警察没有任何犹豫。 狠狠把摄像机砸在地上，啪！摄像机被摔得粉碎。另一名警察弯腰拿起一盘录像带，喊道：“走！”三个人快速上了车，警车轰鸣一声疾驰而去。女孩气得脸色铁青：“强盗，土匪！”年轻人叹了口气：“哎，娟姐，白辛苦一晚上了。” 白娟咬着牙说道：“回锦州，向上面反映一下，明天再来。”两个人拦了辆出租车，去锦州。司机一声苦笑：“现在道路全被封锁了，我们出不去。”“什么？”白娟不敢相信的喊了一声：“他们胆子也太大了，居然敢封锁交通，不让人出去，还有没有王法了？”司机说道。 王法，今天的事情你也看见了吧？在临河这一亩三分地，关老爷就是王法。白娟呼呼喘了口气，能不能想办法出去？司机摇头，没有。现在就是外地车想进来都不行，去锦州的也要在幺零二线走，不允许在县里通过。混蛋！白娟骂了一声。 年轻人说道：“我们下车吧。”女孩不情愿的推开车门下了车。娟姐，现在怎么办？白娟咬了下牙：“我们走回去啊！”年轻人张大嘴巴，真不知道说什么了。白娟看了他一眼：“你走不走？”年轻人看见白娟小脸气得通红。 也知道这个小女人现在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走，娟姐，你说走咱就走。今天我舍命陪君子。杨洛和贝音瑶一直都没有离开，就站在距离县政府不远的一个小区楼下看着。贝音瑶脑袋靠着杨洛的肩膀，轻声说道：“你怎么不帮帮他们啊？”杨洛一笑。 怎么帮啊？就是那些警察不把录像带抢走，电视台也不会播出去的。贝音瑶叹了口气：“你知道吗？在认识你之前，我真的不知道原来政府这么黑暗。”杨洛一声苦笑：“哼，这也是个别现象，绝对不能一概而论。就像这次枪杀无辜少女一样，当时很乱，我没有看到怎么回事。” 不过，就是用脚丫子想也知道，那个家伙开枪一定是有人给他下的命令，不然他没有那个胆量。贝音瑶点头，看来今晚不会太平了。说完，抬头看见那一男一女又在车上下来了。他们怎么又下车了？杨洛指了指路上的巡逻车，可能是路被封锁了，车出不去。 这个时候，就见到那一男一女鬼鬼祟祟的向他们这里跑来。杨洛哈哈大笑：“呵呵这两个家伙鬼鬼祟祟的，想干什么呀？”由于杨洛和贝音瑶站在暗处，白娟和年轻人并没有看到他们。白娟一边走一边嘀咕：“在这个小区穿过去，绕过大路，应该能躲开设卡的警察。”年轻人说道。 娟姐，你还真想走回去啊？几十里地呢！白娟停下脚步，你不走，我自己走。杨洛听见他们的话，明白了，这两个家伙要步行回锦州，在暗处走出来说道：“两位走回去不嫌累啊？”啊！在夜里，杨洛突然出现，把白娟吓得一声尖叫。 当杨洛和贝音瑶在暗处走出来时，拍了拍高耸的胸脯。虽然天黑看不清面容，但知道不是鬼就行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啊？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啊！贝音瑶急忙道歉：“啊，对不起，对不起。”杨洛呵呵一笑：“哼，你们是哪个台的记者？想步行回锦州，还真是强大。” 白娟突然警惕的看着杨洛，你问这个干什么？你是什么人？杨洛耸了耸肩，放心，我不是警察。白娟这才松了口气，瞪着眼睛骂他：“我是哪个台的记者？怎么回锦州？关你屁事！”杨洛无奈地说的说道：“我只是想帮你，既然这样，那就算了。”说完。 拉着贝音瑶就想走，那个年轻人突然喊道：“哎，原来是你！”杨洛停下脚步，转回身，奇怪的说道：“你认识我？”年轻人点头：“刚才不就是你把当兵的打了一顿吗？然后又把他们训了一顿，要不是你，还不知道有多少人挨打呢。”白娟听见他的话。 借着远处路灯的光亮，仔细打量杨洛，然后又看看贝音瑶，眼睛一亮：“真的是你们！”杨洛嘿嘿一笑，臭屁的说呵：“哥哥，我是不是很帅？所以对我印象很深刻。”贝音瑶翻了个白眼，白娟撇着嘴说道：“对。” 我的印象是很深刻。杨洛笑嘻嘻的，刚想说话，就听见白娟说道：“我对你身边这位女士印象深刻，她太漂亮了。”呃，杨洛咂吧咂吧嘴，不再说话。贝音瑶呵呵笑着说道：“你们回锦州干什么？”听见贝音瑶问这件事情，白娟气就不打一处来，太混蛋了，居然把我们的摄像机砸了。 这是警察还是土匪啊？我必须回去汇报一下，然后明天再来。杨洛摇头说道：“打个电话不就行了？”白娟握着拳头的手在空中狠狠挥了一下，取摄像机，明天再来采访。杨洛看着他说道：“你就是来采访，摄像机还会被他们抢了。还有，你认为这么大的事件？” 你们台的领导没有得到省里面允许，他有胆量播出去吗？白娟不服的说道：“我是辽宁卫视的记者，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受害者还在那里躺着呢。作为新闻人，就要报道事实，给受害者讨回公道。”杨洛哑然失笑：“你刚刚参加工作吧？”白娟一愣：“你怎么知道？”哎。 杨洛叹了口气：“我说呢，小同志，理想是好的，可现实总是很残酷的。你也不想想，这样的负面新闻要是报道出去，影响有多恶劣，你也明白。不要说地方政府，就连中央也不会让报道。”白娟张大嘴，不相信的看着杨洛，然后又看看年轻人。年轻人沉思了一下，点头：“很有可能。”啊？ 怎么可以这样啊？我们国家不是提倡新闻自由的吗？白娟有些泄气的说道。杨洛呵呵一笑：“哼 <laughs>，新闻自由，丫头，你太天真了。不要说在我们国家，就是整天把人权挂在嘴边的西方国家，有些重大的负面新闻，政府也是干预的。那怎么办？”白娟一点主意也没有了。对于白娟这样刚刚毕业。 还没有被社会污染，充满正义感，对生活、对工作抱满希望的人，杨洛还是很欣赏的。什么怎么办、啊、寻找机会帮助受害者讨回公道就行了。报不报道新闻其实无所谓了。白娟叹了口气：“唉，看来我真是太天真了。”杨洛摇头：“谁都是在天真那个年代过来的，只要你保持一颗平静的心。” 理智的去看待这个世界，不迷失自我就行了。说完，拉着贝音瑶的手转身离开。年轻人看着白娟，小心翼翼的说道：“娟姐，我们也走吧。”白娟突然拔腿追向杨洛，“等等我！”杨洛停下脚步，疑惑的转回身：“什么事？”“我知道你一定能帮助他们的，对不对？” 白娟说出这话很严肃，杨罗点头，对，但我现在还不想多管闲事。为什么？白娟瞪着大眼睛，你这个人有没有同情心啊？能帮的他们居然不帮忙。贝音瑶笑着说道：“不是我们不帮忙，而是还不到时候。”白娟不明白贝音瑶话里的意思，什么意思？啊？贝音瑶说道。 让民众把事情闹大，这样上面才能下狠手处理那些败类。要是现在我们管了，事件可能很快就会平息。一些人虽然会被处理，但上面一定会避重就轻。白娟想了一下，眼睛一亮：“对呀、啊，我怎么想不到呢？官官相护，事情不当大了，他们就是处理一些人也不会太严重。只有把事情闹大了才行。”杨洛一翻白眼。 明白了，明白，我们走了。这黑灯瞎火的，可没时间陪你。明天还要看戏呢。白娟一撇嘴：“你们住哪儿？”杨洛一步蹦出多远，警惕的说道：“你想干什么？”说完，一拉贝银瑶：“这是我未婚妻，你可不能对我有什么想法。就是我未婚妻同意，我也不会同意的。”白娟一呲牙，举着拳头扑了上去。 杨洛急忙躲在贝音瑶的身后，老婆，你看看这个疯婆娘，俺都说了不同意，她还死皮赖脸的投怀送抱。贝音瑶白了他一眼，对着白娟说道：“不要理他，整天就知道胡说八道。”白娟怒哼一声：“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原谅他。不过真就不明白了，你这么漂亮，怎么会心甘情愿的跟着这个混蛋？” 贝音瑶回头看了一眼杨洛，眼中满是柔情。爱是没有理由的，等你真的爱上一个男人时，就明白了。白娟刚想说话，杨洛一拉贝音瑶喊道：“走喽！”白娟又哼了一声。贝音瑶说道：“我们住在临河大酒店。”哎，我们也住在那儿呢。白娟脸上露出高兴的笑容。贝音瑶说道。 我叫贝英瑶，他叫杨洛，是我未婚夫。白娟伸出小手，我叫白娟，这位帅哥是摄影师，叫庞宇。几个人慢慢的走着，这时十几名警察突然在前面跑了过去，进了一栋楼。杨洛走到那栋楼下，抬头向上看，时间不长，楼上传来骂声和哭声。 杨洛叹了口气，今晚对于临河县的老百姓和那些政府官老爷来说，是个不眠的夜晚。四个人回到酒店，杨洛站在窗前向外看去，路上全都是警察，巡逻车闪着警灯到处乱窜。贝音瑶围在杨洛身边，不知道那个女孩的家人怎么样了，会不会遭到不合理的对待。 杨洛点了颗烟，不会，就是在白痴的人也知道，现在受害者家人碰不得，就像是个火药桶，一碰就有可能爆炸，把他们炸得粉身碎骨。第二天天刚刚亮，房间门便被敲响，杨洛睁开眼睛骂道：“一定是那个丫头，一点礼貌也不懂。”贝音瑶坐起来，呵呵一笑。 伸手揉了揉杨洛的脸，然后俯身在杨洛双唇上轻轻吻了一下。我去开门，你快点起来。说完，穿上衣服下床走了出去。贝银瑶打开门，就看见白娟和一脸无奈的庞宇站在外面。进来吧。白娟走进来，左右张望。贝银瑶笑着说道：“看什么呢？”白娟拉着贝银瑶的手说道。 你家那个混蛋还没起来吗？让他快点。早上我出去看了，很多人都向县政府聚集呢。杨洛打了个哈欠，在房间里走出来。现在去了也没有什么好看的，要等到那些官老爷上班才行。白娟可不理杨洛，见到他出来，拉着贝音瑶往外走，心里不无得意的想到：我把你女朋友拉走，看你跟不跟着。 庞宇看了杨洛一眼，耸着肩膀说道：“杨大哥，我们走吧。”杨洛说道：“我们还没洗脸呢。”庞宇指了指自己的脸：“我也没洗呢。”连早餐都没有吃，贝阴瑶就被白娟拽到了县政府。这个时候，县政府外已经聚集了近千人，而且还有大群的人陆续到来。 白娟看到维持秩序的那些警察，眼睛就瞪得多圆，嘴里嘀嘀咕咕的，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不过一定不会是什么好话。贝音瑶对着杨洛说道：“我们进去看看。”杨洛点点头。四个人在人群里穿梭，时间不长，走进县政府办公楼。一楼大厅里全都是人，而石小河还趴在冷柜上。 头埋在双臂间，也不知道是不是睡着了。他身边的两个女孩眼睛通红，本来精致的脸有些疲惫。一名女孩对着另外一名女孩说道：“周慧，你家不是盘锦的吗？你哥哥能不能帮小黑一把？”周慧眼睛一亮，很不符合她长发飘飘、非常淑女的形象骂她，骂道：“骂逼的！老娘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我马上打电话。” 而那名女孩显然已经习惯了他说话的方式，并没有什么惊讶的表情。周慧拿出电话，快速的拨了一串号码，对方刚刚接通就喊道：“哥，你现在在哪儿？”听筒里传来非常洪亮的声音：“丫头，什么事儿？”周慧愤怒的说道：“我在临河县。”“什么？老子拼命赚钱供你念书，你居然跑回来了！” 听筒里的声音突然拔高，周慧也不甘示弱地喊道：“你以为老娘愿意回来啊？是我同学家里出事了，他妹妹让一个当官的开枪打死了。我们都在县政府呢。昨晚这里还发生暴乱，一两万人冲进县政府，把县政府给砸了。可就是这样，县政府那些王八犊子也没有一个出来给个说法。你能不能帮着解决一下？”听筒里一阵沉默，周慧忍不住骂道。 你丫的有没有蛋啊？行不行？给老娘个痛快话！杨洛他们站在不远处听着，尤其是贝音瑶和白娟脸上的表情，说不出来的怪异。听周慧话里的意思，对方应该是他哥哥。第一句话还是正常，也不知道他哥哥说了什么，周慧居然一口一个老娘，这丫头还真是极品。这时就听见周慧说道：“那你快点过来。” 说完，挂断电话，然后看着那个女孩：“我哥马上就过来。”那个女孩看了看时间：“我去买点吃的，你在这里照顾好小何。”女孩还没走出多远，突然听见周慧喊道：“豆梅，给我带一包卫生巾，我大姨妈可能来了。”她这一喊，把所有人目光都吸引了过来，一个个表情非常精彩。 就连杨洛和庞宇脸上都出现了一丝异样。这女孩何止是极品啊！简直超脱了极品的存在，已经位列仙班。董梅脸一红，没有搭理他，快步向外跑去。周慧看着周围看着他的人群，要是平时他早就发火开骂了，但是现在不同，这些人都是小何的家乡人，都是来帮助他讨公道的，不能得罪。 出去吧，杨洛轻声说了一句。四个人转身走出办公楼，就站在人群中听着周围的人议论。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白娟拿出电话看了看时间，咦，都快九点了，怎么没看到有人来上班呢？杨洛皱起了眉头，没有说话。这时，曹光亮还有两个人在办公楼西面走过来。 鬼鬼祟祟贴着墙，快步走进办公楼。唐宇说道：“怎么就这三个人来了？其他人呢？难道不来上班了？”这时，很多人都感觉到不对劲了。突然，身后传来刺耳的警笛声，所有人都回头看去，一辆警车闪着警灯，要通过已经被人群堵住的道路。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妈的！” 把那辆警车砸了！十多个年轻人跑了过去，一个家伙蹦上前车盖，然后跳上车顶，狠狠一脚把警灯踩碎。其他人一声大喊，弯腰把车抬起来。车窗突然打开，探出一个脑袋，一名中年人脸色苍白的喊道、呃：“各位，各位，我们是外地的，这里发生了什么？不关我们的事儿啊！” 十几个人把已经抬起来的车放下，绕到车前看了看车牌一个家伙说道：“没事开什么警报啊？真是吃饱了撑的。”那名中年人看着十几个人钻进人群，一脸的郁闷，推开车门下了车，看见警灯被踩得粉碎，更是气得要吐血，但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自叹倒霉。各位老乡，麻烦让个路。 拥挤的人群慢慢的把路让开，警车缓缓开动。短短的二三十米路，走走停停，居然用了二十多分钟。上午十点，一辆宝马和一辆别克商务车鸣着喇叭缓缓开来，然后停在路边。在车上下来六个人，为首的是一名三十多岁的青年，留着寸头，上身穿着黑色的坎肩 裸露在外的肌肤能清晰的看见青色纹身，下身是普通的牛仔裤，而他身后的五个人和他的穿着一样，但都剃着光头，眼里的目光有些阴沉凶狠。见到他们，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白娟担心的说道：“这些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不会是冲着受害女孩家属来的吧？”杨洛嘴角一撅。 不会，谁也不会傻到这个时候出来趟浑水。那几个人也就进去十多分钟，有几十名警察跑了进去。时间不长，里面突然传来骂声，紧接着一个光头、满脸是血的跑了出来，举着电话吼叫：“大军，叫上所有兄弟，带上家伙来临河县，老大被打了！”这时，那名青年和另外四个人也在里面跑了出来。 几十名警察拿着警棍，一阵疯狂的追打。而那个叫周慧的女孩跟在警察身后破口大骂：“我认你妈妈的，居然敢打我哥！老娘踢爆你的软蛋！”这个丫头见追不上，弯腰捡起地上的一块砖头，狠狠扔向一名警察，啪！正砸在那名警察的后脑上。那个家伙慢慢转身，指着女孩。 你，你他妈的敢拿砖头打！还没把话说完，扑通一声昏倒在地上。他们在人群中追打，场面变得有些混乱。甄国安在远处看着，见到差不多了，急忙走过来，千万不能太过火，免得出现意外。住手！那十几名警察听见甄国安的喊声，停止追打。 那名青年捂着脑袋走了过来，指着甄国安说道：“老子的妹妹和受害者家属是同学，我今天来就是找你们商量解决这件事情的，希望不要闹大。可你们他妈的还真知道好歹，以为我周明是好欺负的？今天我和你们没完！”说到这儿，看着身边那名手下，打电话问问兄弟们到哪了。甄国安听见青年说他叫周明，眼角就是一跳。 当他仔细打量周明的时候，知道大事不妙。这个小子在盘锦黑道绝对说一不二，但他这个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仁义。对，就是仁义，而不是所谓的义气。在黑道，他却从不沾非法生意，也没有过什么欺男霸女的事情，而且经常拿钱救济那些生活困难的人。 从他发家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已经无偿资助七百多名贫困大学生。这些事情，声报社和盘锦日报社都报道过。所以，这个家伙无论在黑道还是在底层老百姓心中，威望绝对很高。可以这么说，老百姓可以不买市长的面子，但只要他一句话，绝对是一呼百应。 想到这儿，甄国安脸上冒了汗。现在临河的局势已经够紧张了，这个家伙再把盘锦的人叫来，那无异于火上浇油，很有可能会引发比昨晚更大规模的暴动。甄国安脸上堆满了笑容：“原来钟老大，这完全是误会。曹主任说有人捣乱，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派人上去了。” 这时，周慧骂道：“误会个毛！骂了个逼的！警察就他妈的没个好东西！”周明听见妹妹爆粗口，皱起了眉头：“小慧，老子和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现在是大学生，而且还是政法大学，要注意素质。”周慧一撇嘴：“老娘就这样了。”听着这两兄妹的对话，贝音瑶实在忍不住扑哧一笑。 这两兄妹，一个自称老子，一个自称老娘，真不知道他们父母听见了会是什么表情。杨洛笑着说道：“哼，看来这个周明势力不小，有时间我得调查一下。”突然一阵骚动，有几名年轻人挤进人群，大喊：“邓叔和大宝他们昨晚被抓了！刚才我们去了县局，操他妈的，居然不让我们见！妈逼的！” 怪不得今天没有见到邓叔他们，这些狗日的说的好听，今天给我们一个交代。我们昨晚一走，他们就去抓人，那还等什么呀？灭了这帮狗日的！话音一落，一个青年突然冲过来，一拳狠狠砸在了一名警员的脑袋上，紧接着人群汹涌着扑向那些警察。甄国安脸色大变，他们这些警察可没有武警那两下子。 面对汹涌的人潮，瞬间就被冲散。站在外围那些武警谁也没有动，把目光全都投向了他们的团长。肖雷拿出电话拨了一串号码：“团长，今天临河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包括所有政府工作人员都没有来上班。现在民众开始攻击警察，我们要不要管？”听筒里沉默了一下：“原地待命。”“是。” 时间不长，肖雷的电话响了起来。按下接听键，听见他们的团长说道：“师部命令撤离。”是。肖雷收起电话，喊道：“集合！”所有武警快速集结。肖雷又是一声大喊：“上车！”甄国安抱着脑袋，正跑向肖雷，想请他帮忙。可当他见到肖雷带着人上了军车离开。 彻底傻了眼，无奈一边跑一边喊：“收队，收队！”喊完拼命往外跑。当他脱离愤怒的人群时，已经鼻青脸肿，跳上一辆警车疾驰而去。还是自己的小命要紧，至于手下那些人，他们自己自求多福吧。不过在车上，还是给盘锦市公安局局长打了个电话。 希望他能把周明弄回去，不要再添乱了。盘锦作为锦州邻市，临河县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能不知道？市公安局局长知道周明在那儿后，也很担心。一旦当地政府实行武力镇压，他要是卷进去，很可能出不来。他倒不是真的担心周明人身安全，而是因为周明坐上盘锦黑道第一把交椅之后。 就把所有非法生意清除，而且控制其手下非常严厉，从来不允许他们无事生非。盘锦的治安好了很多，刑事案件减少了百分之六十，可以说他的日子过得非常逍遥。可一旦周明因为这件事情卷进去，到时候盘锦黑道群龙无首，要是让一个不知好歹的家伙控制黑道，他的好日子。 也就到头了。周明愕然地看着被老百姓打得抱头鼠窜的警察，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放声大笑：“哈哈，好，打得好！”嗡，电话在兜里欢快的震动。操，谁他妈的在这个时候打的电话？说着，拿出电话一看，是市局局长的。喂，赵局长。 怎么会想起给我打电话？赵局长说的，你小子没事淌什么浑水啊？马上给我回来！”周明说的，我怎么能不管啊？受害者家属是我妹妹同学。现在的临河县已经变成了沼泽，谁要是陷进去，很难抽身出来。尤其是你的身份，那可不是咱的地盘，出了事儿谁也救不了你。”周明沉思了一下，我明白了。 马上就回去，尽快。赵局长挂断电话。周明找到自己的妹妹，丫头，你给我听好了啊，千万不要参与暴动。周慧也不傻，我知道该怎么做。说完，看着自己哥哥被打成猪头的脸，心疼的说道：“哥，对不起。”看来，无论怎么骂，还是两兄妹。 周明哈哈大笑，揉了揉周慧的脑袋，“赵局长给我打电话，让我马上回去。”周慧点头，“那你快走吧。”周明转身带着人快速离开，通知大军不要来了。愤怒的民众又冲进县政府办公楼，这一次没有丝毫的手下留情，七层的办公楼被砸得破烂不堪。 曹明亮和另外两名政府工作人员被堵在屋里暴打，这三个家伙抱着脑袋蹲在墙角，一阵哭爹喊娘。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去县局把邓叔他们救出来！”可以说是一呼百应，近千人走出办公楼，直奔县局而去。现在的临河县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武警和民警走了。 就连街头巡警都没了影，站班交警也不见了，百分之八十的店铺关了门。当那些人赶到县局，发现县局也是空空如也，一个警察都没有。杨洛看着很多人都在自己家里带来吃的东西，什么塑料袋、方便盒、剩饭剩菜，扔的到处都是。 市政府广场变成了垃圾场。杨洛轻声说道：“现在事情暂时算是平息了，我们去吃点东西吧。”贝音瑶点头：“我也有点饿了。”白娟和庞宇就像个小尾巴，紧紧跟着他们，这让杨洛很无奈。几个人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开门的饭店，就连超市也都关了。 没办法，四个人回到临河酒店吃的午饭。刚刚吃完饭，白娟就要回去。杨洛无奈的说道：“暂时不会发生什么了，我估计今晚或者明天市里才能有什么行动。”白娟不理，拉着贝银瑶往外走。杨洛叹了口气，无奈的站起身，有气无力的对着庞宇说道：“走吧，兄弟。” 庞宇呵呵一笑，拿起桌子上的烟扔给杨洛一根，然后又给他点燃。女人的精力总是那么旺盛，男人伤不起啊！杨洛深深吸了口烟，很有同感的点头。下午，当他们再次来到市政府广场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弄了一个二十多米长、一米多宽的白布，上面已经布满了密集的文字。 而且还有很多人拿着笔签上自己的名字，而史小河和,和史峰跪在那里，不停的给签名的人磕头。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万民书吧？白娟说完，挤进人群，拿起笔也把自己的大名写上，然后拉着贝音瑶：“贝姐，你也签个名吧。”贝音瑶无奈的在白布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庞宇没等白娟找他，急忙拿起笔。白娟又看向杨洛，杨洛皱着眉头看着脸色有些苍白的石小河。贝音瑶抓着他的手，轻声问道：“怎么了？”杨洛叹了口气：“唉，弄这个没有用的。”其实不用杨洛说，贝音瑶也好，白娟也好，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东西没有用？ 只是看到那姐弟两个跪在那里太可怜，所以签上自己的名字，让自己的心里有够安慰。贝音瑶说道：“现在整个临河县都在无政府的状态，想等他们给出一个结果，显然不可能了，还要再等吗、啊？”还没等杨洛说话，石小河身上的电话响了起来，也不知道电话里说了什么。 本来苍白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等他把电话收起来，跪在地上转了一圈，磕了十多个头，眼里流着泪。你还能在他眼里看到惊慌。小何，谢谢各位叔叔伯伯，还有兄弟姐妹，谁能帮帮忙，把我妹妹抬走？一名中年妇女问道：“怎么了？为什么要把你妹妹抬走啊？”“对呀。” 把你妹妹抬走了，政府更不可能公平的处理这件事情了。”另一名妇女说道。石小河哭着说道：“是我妈妈打来的，她说有警察去了家里，告诉她锦州防暴大队已经出来了，要是不把我妹妹抬走，会强行火化。”杨洛脸色突然变得冰冷，贝音瑶、白娟和庞宇全都看向他。 杨洛分开人群，蹲下身体，说道：“你能相信我吗？”石小河疑惑地看着他，不知道杨洛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杨洛接着说道：“你要是相信我，在这里待着，我保证没有人能动你妹妹；要是不相信我，你可以让人把你妹妹送走。”石小河愣愣地看着杨洛，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时候。 有人已经认出了杨洛。虽然昨晚很混乱，但杨洛单挑几名武警的事儿还是让很多人印象深刻。一名年轻人走到石小河身边，趴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石小河有些惊异的看着杨洛，然后转头看看那名年轻人。见到年轻人点头，石小河一咬牙说道：“我相信你。”杨洛说道。 不要在这儿跪着了，去陪陪你妹妹。石小河摇头，杨洛知道他在想什么，指着条幅说道：“那个没有用的，听我的，去陪你妹妹。”一直陪在他身边的周慧和董梅，把石小河扶起来，架着他走向办公楼。贝英瑶说道：“不要蛮干，还是打电话给爷爷吧。” 杨洛摇头：“这么点小事儿没有必要找老爷子，不然我以后回家还不得被他们笑死。”贝音瑶也没有再说什么。白娟和庞宇听见两个人的对话，心里一动，已经猜到杨洛可能很有背景，倒是很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其实这个事情对杨洛来说不是什么大事儿，一句话就可以解决。 之所以始终没有动，他就是想看看锦州市市委市政府对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借机试探这里的水有多深。现在事情闹得这么大，市里为了平息老百姓的怒火，对开枪的那个家伙绝对不会手软。但有一点，是谁下的开枪命令？杨洛可不相信。 那个家伙没有上级的命令，他会有胆量对着手无寸铁的无辜女孩开枪。那么市里对这个幕后的家伙处理结果，就是杨洛判断水深浅的一个依据。如果说对幕后这个人市里会立案调查，杨洛可以肯定锦州官场还是比较干净。反之，要是对他进行什么党内警告、留职查看这些糊弄老百姓的一些说辞。 那他就得好好考虑一下这里的形势了。时间在静静流逝，天也静静黑了下来。六七个小时过去了，市里的防暴大队还没有出现。白娟说道：“锦州市公安局工作效率这么低吗？这么长时间了，防暴大队怎么还没到呢？”杨洛一笑：“哼，你以为市里真的有那个胆量，在这个时候？” 把防爆大队弄来吗？白娟张大嘴，原来是吓唬人的。杨洛摇头，这个时候了，谁还会拿这件事情吓唬你啊？白娟迷糊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快点说，急死我了。杨洛呵呵一笑，哼，如果我猜的不错，现在防爆大队已经在临河县城外待命了，之所以没有来。 是想等到人群散了再进来，把受害者家人驱离，甚至是把受害者强行火化。白娟一笑，可他们千算万算，还是没有算到你。就像杨洛说的一样，还没到十一点，年纪大的就受不了了，转身一个个离开，然后就是带着孩子的妇女也全都离开。刚刚过了十二点。 市政府广场突然冷清了下来，虽然还能有近千人，而且都是年轻好人，但和白天聚集这几万人相比，整个广场要空旷了很多。而这几个小时，办公楼里每隔几分钟都会有人出来，望向杨洛所在的位置，见到他没有离开，又转身回去。杨洛微微一笑。 拿出烟扔给庞宇一根然后自己点了一根差不多了，他们该来了。说完，迈步走向办公楼。贝音瑶紧紧搂着他的胳膊，而白娟和庞宇跟在他们身后。杨洛走进了，他始终没有近距离去看看那个被枪杀的女孩。现在大厅里也没有多少人了。 留下来的几个也都是受害者的街坊邻居。杨洛看着静静躺在冷藏柜里的女孩，脸色很苍白，但很安静，就像睡着了一样。这时，外面传来一阵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紧接着就是刺耳的刹车声。本来趴在冷藏柜上的石小河身体突然绷紧，一下站了起来，紧张地看着杨洛。 不只是他紧张，在大厅里的所有人都有点紧张。杨洛狠狠吸了口烟，然后把烟头扔在地上，迈步走出去，笔直的站在办公楼大门前。贝音瑶急忙跟出来，虽然他心里明白，在中国，没有人能让杨洛吃亏，但心里还是放心不下。白娟和庞宇也跟了出来，尤其白娟。 小脸儿一板，狐假虎威的站在杨洛另一边，倒还真有点气势。外面停着十几辆防爆车，一个个头戴头盔、手拿警棍和防爆盾的防爆警察在车上跳下来，快速集结。杨洛注意到，最后一辆车上下来的居然是二十六个女人。贝音瑶很惊讶。 女警在中国公安系统占到五分之一，女特警也不新鲜。可是女防暴警察，她还真没听说过。毕竟一群女人拿着警棍，还有防暴盾，和那些暴徒混战，真难以想象是个什么样的情景。杨洛轻声说道：“这是二零零六年锦州市公安局成立的女子防暴警察大队，也是全国第一支女子防暴大队。” 不要小看他们。据我了解，这些女人战斗力很强悍。说到这儿，指着站在前面男子防暴警察，这些老爷们儿都不是他们的对手。贝音瑶有点不可思议，而白娟听见杨洛的话，眼睛贼亮贼亮的，看着那些女孩子威风凛凛的站在那儿，小脸兴奋的通红。其实，对于锦州当年成立女子防暴大队， 市里还有省里狠狠的报道了一通，这并不是什么秘密的事儿，就是时间过去了几年了，人们也把这件事情淡忘了。那些没有离开的年轻人也在慢慢聚集，与防暴警察相隔十几米对峙。虽然他们手里没有武器，但凭着人数的优势站在那里也很有气势。 一名扛着一级警督警衔的中年人在车上跳下来，他只是看了一眼那些年轻人，并没有下令把他们驱离，而是让防暴大队待命。一个人转身走了过来。当他一步一步迈上台阶，面对杨洛的时候，心不自禁地猛然跳了一下，看着杨洛的眼睛，感觉到浑身发冷。 那是一双对任何生命都冷漠到冰点的眼光，看着他就像看着一具尸体，居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波动。而且这个男人身上散发的气息比他的眼神还要冰冷。杨洛没有说话，那名警督也没有说话，两个人一个在台阶上，一个在台阶下，静静的站着。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一阵微风拂来，景都感觉到身体里有些凉。慢慢的伸手一摸，不知道什么时候衣服已经被冷汗打透。那些防暴警察都很奇怪的看着这里，心里一阵嘀咕：这平时非常强硬火爆的大队长今天怎么了？站在那里就像傻了一样。 不知道过了多久，杨洛张嘴说道：“你们这么大阵仗干什么？是不是来欺负人家无钱无势啊？”听见杨洛说话，督察感觉到那种让他非常不适的气息消失了，这才轻轻吐了口气：“我们来只是想把他们劝离，并劝离是县政府，这样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杨洛冷冷一笑，森然地说道。 哼，地方政府是国家设立在地方的一个职能部门，他们的职责就是为老百姓服务。可你看看他们都做了些什么，拿着本应该是保护老百姓的枪，指向了他们，并且毫不犹豫的开枪射杀。我不知道是谁给了他们这种草菅人命的权利，我只知道现在是法治社会，无论是谁犯了法，都要受到应有的惩罚。 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我们这些老百姓，只要吃饱穿暖，没有太多的要求，就是受到了委屈，也只是想要一个公平。可现在，我们连最基本的权利都得不到，县政府居然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这样不为民的执政者，老百姓还要他干什么？难道供奉着这帮败类，就是让他们拿枪指着自己，打压自己？ 抬起手指着办公楼墙体上悬挂着的国徽，国徽挂在那里，我都为他感到耻辱。督察站在那儿，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是他的内心却在翻腾。是，老百姓要求不多，他们只想要一个公平。可有些败类把本该属于人民的权利握在自己手里，就是不给。如此的强取豪夺，强奸民意。 怎么能不激起民愤？杨洛接着说道：“如果你们是来悼念受害者的，我们欢迎；要是你们仗着掌握国家暴力机构为所欲为，你们会成为人民的敌人。”督察也是奉命令行事，但杨洛站在那里，他能感觉到，这个男人不简单，所说的话也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能说出来的。 尤其是刚才身上散发的气势，更是让他记忆深刻。李副市长交代我，只要受害者家属离开，让县政府恢复办公，市里会派人来调解，保证让他们满意。这个时候，里面的人都走了出来，全都站在杨洛身后看着他。他们不是不心动，毕竟市里来人调解也是最好的结果了。 杨洛眉毛一挑：“你们这是威胁吗？要是不离开，你们就会暴力驱赶，甚至抢夺受害者遗体，强行火化。”督察眼角跳了一下，确实，他也接到了这样的命令，不过不是李副市长下的，而是分管防暴打黑的市公安局副局长。杨洛挥了下手：“你们回去告诉那个李副市长。” 不要总是把我们老百姓当成弱智。要是有诚意，我们就在这里谈。督察看着杨洛说道：“在这件事情上，无论是谁对谁错，我都很同情受害者。可我只是个小小的队长，很多事情我也身不由己。民众两次冲击县政府，围攻警察，已经构成了聚众闹事罪。而我们防暴警察的职责，就是防止暴力事件发生。” 维护治安、和平稳定。他刚说完，杨洛突然哈哈狂笑：“<笑>维稳在你们的嘴里说出来，我怎么感觉到有一种讽刺的味道？”说完，声音突然变得森冷。这两个字听起来确实很和谐，但它是违背民意的，违背宪法，违背了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他包庇了一群蛀虫。 他就像一颗裂变的炸弹，彻底的扼杀了老百姓对社会责任心、对民族的责任感。一些蛀虫更要利用这两个字替代国家制度，致国家的方方面面危机四伏，对众多的举报者、上访者穷追猛打、恶意陷害，致财力丧尽、精神挖空等恶意手段，使维权者维护公共利益举手投降，让老百姓恐惧，迫使老百姓不敢言、不敢语。 就是受了委屈也要忍着泪，受了伤也要自己蹲在墙角慢慢填治伤口，默默承受。这样一来，社会确实稳定了，举报的越来越少，腐败窝案却越来越多，蛀虫侵吞国家的财富越来越高，伤及国家命脉的不利因素越来越多。说到这，杨洛拿出烟点了颗烟。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你。 我们老百姓不是刁民，不要隐为我们高呼万岁是假的。炎黄子孙的责任心、民族的凝聚力天生就有。地方政府欺上瞒下，对中央隐瞒事实，屡次愚弄我们老百姓，把我们当成白痴。你说谁在相信这样的政府？谁在相信那些官老爷的承诺？而你们维护的不是社会和平稳定。 而是在维护那些肥头大耳的官员可以放心大胆、悠哉悠哉的享受着国家的血汗大餐，就是因为有了你们的慰问，他们搜刮民脂民膏更加肆无忌惮。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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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啪！不知道是谁先鼓起了掌，瞬间掌声如潮般响彻夜空。杨洛的话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帅。 一名女子防暴队员兴奋的喊了一声，其他几个人也跟着鼓掌 <coughs>。他们的队长猛咳一声，狠狠瞪了他们一眼。那几个丫头吐了下舌头，放下了手。现在这个警督可是很尴尬了，进退不是。最后一咬牙，我要找受害者家属谈谈。杨罗一挥手。 我是他们的朋友，而且可以全权做主。和我谈吧。景都脸色一沉，就是脾气再好，也有三分火性。你的话打动了我，所以我才想和他们谈。可你这样做，是在逼我下令用暴力解决。杨洛眼睛微微眯了起来，一道红芒在眼中一闪而过。不要用什么暴力吓唬我。 说到这儿，拿出电话，只要我一个电话，保证你们谁也走不出临河县。杨洛的话音刚落，站在不远处的那些年轻人全都慢慢走过来，把防暴大队围起来，形势突然变得紧张，充满了火药味。督察脸上的表情不停变换，只要他一句话，大战就会爆发，而和他们对峙的可都是青壮年。 很可能由冲突引发流血，甚至是有人死亡，这可不是他能承担得了的。督察看了杨洛一眼，最后一咬牙退了下来，走到无人的地方打了个电话，也不知道说了什么。回来后下了命令收队。白娟看着他们离开，握着拳头的手在空中挥舞了一下。完胜<上>。杨洛没有理他。 转身看着石小河说道：“明天市里一定会来人调解，有什么要求自己好好想想，不要怕狮子大开口，更不要有什么负担。你妹妹已经走了，活着的人还是要活着，不能让他的血白流，争取最大的利益，你们生活会过得好一点，这样你妹妹才会走得安心。”石小河没有说话，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唯一的念头就是给妹妹报仇。这时，一名年轻人走了过来：“这位大哥，我知道你不是本地人，我代表史家谢谢你仗义援手，希望你明天能参与谈判，帮帮他们。这家子够可怜了，不能再受到伤害了。尤其是莹莹，她十二岁退学，和她妈妈捡垃圾供她姐姐上学，这一过就是四年，直到她姐姐考上大学，一边学习一边打工。” 家里的经济好了点莹莹才有机会再一次走进校园。可刚刚一年，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石小河突然跪在地上，痛哭失声：“莹莹，姐姐欠你的没有机会还了，姐姐对不起你。”杨洛叹了口气：“把他扶进去，明天我会来。” 石峰流着眼泪，把自己的姐姐扶起来。“大姐，不要哭，你今两天没有睡了，回去休息吧，有我守着二姐就行了。”石小河看着杨洛他们消失的身影，哽咽着摇摇头：“我要陪着盈盈，这样我的心才能安静一点。”周慧和董梅跟着抹眼泪，强行把石小河架走。白娟一边走一边抹眼泪。 太可恨了！那些混蛋应该通通枪毙。第二天，杨洛房间的门又被砰砰敲响，这丫的猛然坐起来骂道：“这个死女人又来这么早！”贝音瑶妩媚一笑：“好了，我去开门，你愿意睡再睡一会儿吧。”杨洛无奈的说道：“我哪有心情睡啊！” 两个人穿上衣服走了出去，贝音瑶把门打开，白娟大大咧咧走进来，见到杨洛黑着脸也不在乎，笑嘻嘻的打了个招呼：“帅哥，早上好。”杨洛翻了个白眼，拉着贝音瑶走进洗手间洗漱。白娟仰身躺在沙发上，伸了个懒腰：“哎，也不知今天事情能不能解决。”庞宇说道。 这个谁也说不好，就看受害者家属是什么态度了。时间不长，杨洛和贝音瑶走出来，白娟蹦起来拽着贝音瑶就往外走。杨洛喊道：“吃完早餐再去、啊。”四个人在酒店吃完早餐，已经将近八点。这还是白娟不停的催促结果，不然杨洛会吃到中午。当他们来到县政府时候， 老百姓已经来的差不多了，黑压压的脑袋好像比昨天还要多。卖水果的、卖煎饼果子的各种小吃摊贩居然都来了，县政府广场俨然成了一个超级大市场，而且生意还非常红火。杨洛笑着说道：“这些小贩还真会把握商机。”北音瑶说道：“他们在社会底层挣扎。” 有赚钱的机会，当然不会放过。四个人站在广场的边缘，听着人们议论昨晚发生的事情。原来他们已经知道今天市里会来人解决事情。大哥，你来了。昨晚和杨洛说话的那名年轻人走过来说道：“杨洛点点头。你叫什么？啊，我叫史涛。我和莹莹算是远亲吧。” 杨洛点点头，年轻人看着杨洛说道：“都快九点了，居然还没有人来。”